转天新闻华尔街报道。好了，回忆青春岁月了。当代爵士乐大师呢，这个赫比汉考克从70年代风靡到现在，获得了14座的葛莱美奖肯定。而现在呢，72岁的他要在今年4月份首度登台演出了，一起来抢先听。当代爵士乐大师 Herbie Hancock 在他50年的爵士岁月当中，创作出无数首的经典曲目，曲风横跨了爵士钢琴、节奏蓝调以及充满放克雷鬼风格的电子爵士乐。1973年的这首 Tremolin 让 Herbie Hancock 成为第一个拿下爵士乐白金专辑的人，但其实 Herbie Hancock 的爵士人生是从他23岁加入第一个爵士乐团经典五重奏开始崭露头角。而当年的超级巨星 Miles Davis 在 Herbie Hancock 的爵士乐路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There were certain things that he said, certain things that he stood for, that have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my music and on my life.Herbie Hancock 的爵士乐可说是集各家大成于一身，自个儿组成的猎头者乐团在1976年重回原音乐器演奏路线，同时他也把爵士乐推向跨界合作的新里程碑。他是第一次，就是非常难得可以到台湾来做演出，而且特别的是因为他是 solo。 那大家所熟悉的 Herbie Hancock， 因为他我觉得大家就称他说是爵士变色龙，但是我觉得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，应该是说他是爵士乐的先锋。Herbie Hancock 的爵士乐永远引领潮流，而今年已经高龄72岁的他将在4月份首度登台。中央新闻综合报道。